小强队二号人物上，我来啊，没压力，我来吧，哎呀。杨洋，灭了他们！杨洋，灭了他们！哎呀！哎呀！选一个这个个子高一点的跟我玩，个子高一点的跟我玩。加油！那你一定能赢过他，杨洋。剪刀石头布，石头布布。局定输赢了啊！再没有别的选手了。加油，你比他快。加油啊，妈！剪刀石头布，石头布布。这个游戏真没什么，就是那天那个阳光特别刺眼，我根本看不着锅盖在哪儿。其实我无所谓啊，我们只赢机票，无所谓对于这个东西。耶，赢了！耶耶耶耶耶！那我是一个体育生，那肯定是身手非常快，我只能说自己是这个逆袭专家。最后获得胜利的是女神队。